标题《如懿传》，团队再推新作网曝何润东、何鸿燊主演。何润东、何鸿燊资料图，《如懿传》团队再推新作搜狐娱乐讯古装剧，一部接一部来袭。继2018年《延禧攻略》《如懿传》先后引爆话题，即将开拍的《熹妃传》也相当引人注目。该剧早在10月就传出筹备消息，但主角人选一直没有确定，曾谣传男主角会由钟汉良微博单纲演出。然而最新消息则指向台湾男星何润东微博最近盛传《熹妃传》演员名单，除了何润东将演出主角雍正帝之外，女主角则是大陆女星何鸿燊，她也是常出现在古装剧里的面孔。2018年在《如懿传》饰演梅嫔白瑞姬，以清丽长相吸引许多观众的目光，虽然还没正式演出，已经令许多观众大呼期待。《熹妃传》将由《如懿传》相同制作公司打造，改编自同名小说，也是在叙述清朝的后宫故事。由于女主角跟后宫《甄嬛传》一样都是熹妃，